雪老师、秋如老师、君怡老师、季瑞老师、金莲老师、林如老师带领下，展现国安大哥哥大姐姐的风范。今日请看六年级在运动场上的闪耀表现，也欢迎大家到新大楼六年级毕业舞时圆梦的圆舞会同场哦，一起帮助我们实现梦想，青春勇敢，活力旺，洋溢国安 ，Go Go Go！ 青春勇敢，活力旺，洋溢国安 ，Go Go Go！ 青春勇敢，活力旺，洋溢国安 ，Go Go Go！ 青春勇敢，活力旺，洋溢国安 ，Go Go Go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
场的是由静茹老师、严欣老师、慧清老师、平毅老师、志清老师、金荣老师、世明老师、新佩老师、渊金老师所带领的三年级小朋友。三年级小朋友天真又可爱，每天都活力充沛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总是洋溢着灿烂阳光般的笑容。今天，这群活泼又有朝气的小朋友，在大肚山迎着风，祝贺国安国小生日快乐！国安，国安，我的最爱！国安校长，和蔼可亲；国安老师，认真负责；国安学生，健康活泼；国安，国安，我的最爱！国安爱我，我爱国安，国安。